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电视墙，来跟大家了解一下现在这个俄乌战争的最新状况哦。目前来讲的话呢，美国是取消了俄国的贸易最惠国，这是一个制裁的部分。那 G7 的欧盟将跟同步就做一个跟进哦。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普丁目前来说的话，他是准许 1.6 万的来自中东的志愿军，预计部署在乌东的部分。那对此呢，乌克兰的部分的回应是，他根本是故意用杀人犯来攻打乌克兰，并且还说到。这边有提到，俄罗斯入侵不仅是威胁到欧洲的安全，也让那些想要侵略邻近国家的国家们看到发动战争的后果会是怎么样的。所以严惩俄罗斯才能够恢复国际法的公信力。那对此我们来看一下，目前来说我们乌克兰的部分有多么惨烈。乌克兰的其他的城市像是卢斯科目前遭受到空袭的部分，第聂伯罗跟马利波等城市呢的住宅区、购物中心、农田都遭受到攻击，所以这个炮火不是只有攻击军人的部分，也连平民都是做一个目标性。那对此呢，开战首次的这个空袭呢，导致许多的建筑物都已经破损，甚至人民都受到了人财损失的部分。那对于乌克兰250万名的难民，有60%去了波兰，其他的欧洲国家呢，乌克兰国内有200万人是目前无家可归的，家都被炸掉了。再持续来看到，目前来讲的话呢，挺普丁入侵制裁俄国的386名国会议员，那也有的是将提出第四波的制裁，禁止向俄国出口奢侈品。所以其实，在战争目前来打到现在呢，其实有许多国家都逐渐的去孤立俄罗斯对于这部分来讲的一个制裁。那乌克兰的首都基辅现在如临大敌哦，战况是相当的激烈啊。那这部分来看的话，乌克兰的国防部公布了一段影片，宣布在基辅北方不到40公里处呢，乌克兰的大军击退了俄国的坦克大军。我们可以看到影片的部分。那乌克兰宣称，连俄军的指挥官也遭到了击毙，这个对于乌克兰说是士气大增啊。不过双方的战力持续的在做一个拉锯哦。那俄军的气势磅礴，目前锁定了基辅已经推进了至少5公里了，但是俄军似乎也暴露出他们战术上面的弱势，像是整排的战车沿路都遭到乌克兰的伏击，画面相当的震撼。那根据外媒最新的报道呢，乌克兰又有2座的城市遭到了袭击，分别是位在于西北部的卢斯科，还有及中部的第三大城第聂伯罗。空中出现巨大火球，橘红火焰直冲天际。乌克兰西北部城市卢斯科发生大爆炸，传出遇袭的是当地一座机场。The central Ukrainian city of Dnipro, where authorities say 3 airstrikes have killed at least 1 person. The state emergency service says the strikes hit close to a preschool, also an apartment building and a shoe factory. 不仅对卢斯科发动攻击，位在中部的第三大城第聂伯罗也在同一天遭到俄军3度空袭。第聂伯罗位于乌克兰中部，距离首都基辅大约500公里。位于西北部的卢斯科则距离波兰边境只有80公里。两个城镇都是开战以来首次遭到直接攻击，形同俄乌新战线开打。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超过2个星期，乌克兰军方公布无人机拍摄的45秒激战画面，看到俄军的坦克大队朝首都基辅前进，在基辅周围双方激烈交火。According to a U.S. official, they are now on the eastern side, about 25 miles outside of the capital now.这条道路可以直通基辅，距离基辅市中心大约35公里。CNN 报道指出，这是俄军前进基辅最近的一条路线之一。CNN 引述美国高级国防官员表示，过去一天，俄军集结在基辅外围的车队，在基辅北部的霍斯托梅尔机场附近推进大约5公里。这名官员表示，俄军车队持续沿着基辅外围两条平行轴线推进。I say that communications with Chernobyl, have been a bit.位在基辅北方的车诺比核电厂情况也相当紧张，在9号电力全断后，因为紧急发电机只能撑48小时，恐怕会因为核废料无法降温而发生辐射外泄情况。不过国际原子能总署10号已经发表声明，强调停电对安全问题不构成影响。另外，在乌克兰第二大城哈尔科夫也传出一座有实验性核反应炉研究机构遭到轰炸。乌克兰官方公布画面，指控俄军犯下核恐怖主义行为。From the east, in particular, which is where this was ambushed, is so long and so vulnerable, given the logistical lines that it required for that,
that there's just no way, I don't think, that they're going to be able to sustain their forces coming from that direction. 不过俄乌战争还有很多变数。英国伦敦国王学院国防专家指出，俄军坦克纵队置身在大街上，容易成为攻击目标，这是非常糟糕的战术。另外，俄军也将面临天气挑战。气象专家分析，未来72小时将是俄乌开战以来最严寒时刻，因为极地涡旋横扫，许多地方将出现冰天雪地，极度寒冷，逼近-10度。尤其是乌克兰接壤俄罗斯边境，可达-20度，对战况来说将形成严峻考验。记者张力报道。美国总统拜登呢，今天警告俄罗斯了，在乌克兰动用化学武器将会付出沉重的代价，同时保证避免激怒莫斯科，引发第三次的世界大战。那拜登再度强调，美军不会在乌克兰战斗。他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与俄罗斯直接对抗，就是第三次的世界大战，这是我们必须要尽力防止的事情。那由于俄罗斯与乌克兰持续的交战，世界卫生组织在11号就表示了，那已经建议乌克兰呢销毁境内公共卫生实验室具有高度威胁性的病原体，防止任何可能的外泄事件。但是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在11号的时候，在他们的脸书上面也发布一个表示说，乌克兰没有任何研制任何的化学武器和其他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如果俄罗斯在这个问题上面针对乌克兰，那俄方将遭到最严厉的制裁与回应。那我们可以看到，俄罗斯日前入侵乌克兰时呢，声称在境内发现由美国资助的生物实验室。对此，大陆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则是在10号的例行记者会上面，针对外媒提问有关美方否认一事事实的表示，这不是一两句话就能够应付过去的。其境内的德特里克堡基地，在境外的336个生物实验室到底干了什么，是否符合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的规定，国际社会对此一无所知，这不是一两句话就能应付过去的。把国际社会的关切说成是虚假信息，更不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更令人困惑的是，如果美国确实遵守了禁止生物武器公约，为什么20年来美国独家反对建立多边核查机制？美方既然提到了禁止化学武器公约，那么为什么不顺便告诉全世界，美国是迄今唯一一个仍然拥有化学武器的国家？中方一贯坚决反对任何国家在任何情况下研发、拥有或使用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当前形势下，我们呼吁有关各方从乌克兰和周边地区乃至全世界人民的健康和安全出发，确保相关实验室的安全。我们也再次敦促美国切实履行国际义务，对其境内外生物军事活动作出全面澄清，并接受多边核查，同时尽快完成其库存化学武器的销毁工作。